该要有人要出来做一个政治责任的负责。是，核厂二号机的后续啊，会秉持三个原则：第一个是安全第一，第二个是由专业决定啊，第三个呢要照着标准程序作业走。啊，后续我希望台湾电力公司一定要妥善因应啊，好好作为啊，让整个事件能够顺利推动。这一党要求你要道歉，你愿意吗？因为根据包括我们原能会啊，或者是专业的意见，那么在整个再转的过程当中啊，因为蒸汽的这个问题啊，安全停机，那这个是预期的啦啊，但是我们希望后续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产生，让整个后续都能够更顺利的进行。有部长有需要下台吗？经济部长？因为这是后来虽然有跳机，但也安全停机嘛哈，我们再看看后续整个推动的情况是，看情形如何。会想下去供电吗？供电下去供电？我们希望一切能够顺利哈。那当然，如果核二厂二号机如果没有办法顺利再转，那当然供电整体的加总当然就会比较少，但是我们希望一切能够顺利。传出你的民调会输柯文哲，谢谢。你之前说加薪的部分可以谈一下吗？这个无形企业有加薪，我来说明一下哈。我这对媒体朋友的报道我是很感谢的哈，因为我每一次来到立法院备询，那媒体都做充分的报道，让行政院的政策能够充分的传达到台湾社会，我非常感激。但是礼拜二的报道其实是有两个错误之处啊，第一个。可以，大家可以把袋子掉出来看，我并没有说台湾有五成的人加薪，所以没有受到物价调整的影响啊，这应该是记者本身理解错误啊。另外一个是，我也没有说美中贸易大战对台湾是有利的哈，大家可以看看我在立法院备询的袋子啊，就不难清楚了解，我是针对不同委员啊，每一个委员所提出的不同问题。去做答复。